人天窗也无出，共看到一个啊半个，看到厝是有人咧徛也无。阮伫头徛到尾拢无天窗，阮拢无。安尼，敢真正有影讲，迄片地讲七千几，搁打到要要敲骨去咧，毋是讲迄落安尼透早就打到日头啊。人天窗也无出，共看到一个啊半个，看到厝是有人咧徛也无。阮伫头徛到尾拢无天窗。阮拢无，安尼，敢真正有影讲，迄片地讲七千几，搁打到要要敲骨去呢？毋是讲迄落安尼，透早就打到日头啊。人天窗也无出，共看到一个啊半个，看到厝是有人咧徛也无。阮伫头徛到尾拢无天窗，阮拢无。安尼，敢真正有影讲，迄片地讲七千几，搁打到要要敲骨去呢？毋是讲迄落安尼，透早就打到日头啊。民进党控制媒体的能力是前所未有的进步，所以执政好坏不重要，控制媒体比较重要。DPP 的概念很简单，就是说我反正执政不好的啦，我怎么样都搞不好，因为他经济也不行啊，对不对？军事也不行啊，只要把媒体控制好就可以了。只要把媒体控制好，天下太平，弄坏。乡亲啊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平安哈、哦，我是曾淼宏曾教授哈、哦，电机博士，咱今仔来哈、哦。红毛港吼，千村吼，咱这个五会晓听，迄个五清泉啦。哦，五清泉，哎、欸、太太，五清泉即马做仙啦嘛？有，做仙啦，十七八年了。已经做仙啦吼，啊，伊的遗孀吼，有那是姓吴嘛？嗯，吼、嗯，啊你。来，啊，你讲一下，你有啥物委屈？这个红毛港的千村哦，你有啥物委屈？你讲一下。红毛港千村啦吼。我那是三个吼，早头是给阮寄迄条，迄落破港的阵，给阮寄五万啦。不是，迄落七十八年征收的时阵啦，哈，就是哈，伊七十八年，伊提船，因有四十平的土地哈，来，四十平的土地，给阮两条尔尔的吼，拄啊确认，安尼拄啊一平拄啊好七万几啦，没有七，迄落的啦，七千几啦。六七千几哦，七千几一平，两平到四十平土地，一平给你七千块，呀，确定七千块，拄啊四十平哦，确定三十万，你领三十万，呀，领三十万，你四十平土地，干那给你三十万，呀啊，我确定的哦，无够三十的哦，安徽长啊，这是真的还假的？我听，真的啊，我提资料，差不多未去提资料啦，姐，来收。我那没钱配的啊，那没钱打，那真正有够无钱的，所有啊，诶，政府哈，拢有提船欢迎的时阵哈，因一枝三，伊是吴清泉的太太叫吴杨婷，伊哈，迄阵阿门港七十八年征收哈，因一枝三甲一枝九孔，伊就是吴清泉的太太叫吴杨婷，哈，伊就是伊本人的太，伊吴清泉的太太伫遮，伊咧甲你讲。全世界的人有看到阿门港千村人的人吼，讲阿门港的千村人的过程，这个土地到底是安怎？比如讲吴清泉哈，伊的土地，伊的所有权证哈，伊有四十平哈，的土地，这是伊的所有权证哈。啊，来七十八年征收，伊打好伊哈，十分之一就是四平尔，就是搁较奇怪，就是我顶界讲的哈，奇怪一笔土地四十平哦，既然一笔伫东北，一笔伫东南，伫一枝后一枝三后一枝九孔啊，所以吼、哦、这吼拢会当吼到后尾啊吼，全部数吼拢会当，这地方法院吼提准的单，一家人拢袂像伊哈。伊甲伊提存偌济呢？提存一笔吼，一枝三是34,179块哈，吼，这资料吼，拢会到尾啊，拢会互三教授哈，会迄落破印出哩。啊，搁一笔吼是25,195块，这两笔加起来，伊较四平。予因吼四十平土地所有权人，较五万几块，七十八年吼征收，八十二年提存，遮吼拢有日期，因为因较袂晓表达。啊，不过我就是讲吼，来到阮南门港的千村地，
吼，大家互因本人现身来甲你讲，因为吼因有年纪啊，阿门港的案，其实阮较早，包括我是差不多，阮爸爸伊拢甲我妈妈因拢无受着过教育，没有受到国民教育，因其实拢唔捌哩。其实阿门港的滴啊，包括讲伫我心。身边的阿婆的对啊，五羊亭阿婆，伊嘛唔捌字。其实阮系对老一辈，其实拢是讨海人，所以吼，因较袂晓表达。但是我自从接到阿门港，我是阿门港吼，94年启动迁村，啊，97年吼7月30日，最后一天夷为平地的五号之一咧，人讲的是丁子户啊，我嘛无领半角银啊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因来找我登记的时阵，阮97年成立自救会嘛，所以我接到因的案讲，哪有可能？所以吼、哦，我较家去地方法院嘛，因为我袂当听因讲啊，因为阿门港有三个地方，就是我本身我是阿门港囡仔，土生土长的阿门港囡仔，我嘛无了解阿门港，伊的地方会伫倒位倒位。结果因来甲我讲，因一支衫哈40平，你还无30万买吧？那有可能？我半信半疑。来，好，来，你阿伯，你你讲我清楚，你甲咱乡亲讲我清楚，哎。没讲安怎？讲你40平，听讲你甲我提，你偌济啊？到上澳要迁村迄阵哦。你要一个四十，要你要一个24万，确定无？还是较低一撮啦？24万外，嘿，对。啊，查头吼是你要一个5万几，甲阮寄伫迄个。提存款呢，10分之一啦。十年哦，阮厝无迁村哦，拢伫遐翘。安尼提上10年伫法院，啊法院吼，阮5000单收，阮甲去领啦。无，大家拢领了，我都无爱甲领啦。迄阵担在土是足艰苦个啦，透早都担到日头暗呢，透早担到日头暗，含食饭都无食哦，无厝通徛，还用不搞干老老去啊，啊都一直担，都过去到较早迄水稻头，迄隔江啊水稻遐两个去担稻谷头，担在一个头都挂3担，都要用大石头安叠嘞，海沙较袂许老去，无明仔载开又搁无啊啦。来，这种我来补充。你补充。来，我来补充，就是讲吼，阮民国42年吼水灾的时阵吼，啊，所以伊就甲一枝山的迄落一枝山叫永吉地吼，迄阵啊，所以因就家己囤。有啊。迄阵吼，足奇怪哦，政府因吼，拢无甲因变更地目哦，就是安尼。迄阵吼已经有迁村之意，所以阿门港政府哦。因为55年为着阿门港吼，为着国家的经济牺牲了后吼，破港哦，啊，所以吼，有人迄个时阵，我合理的怀疑啦，已经吼36公顷哦，打白150几万，我合理的怀疑有人为中哦摕着甜头啊，所以搁伫62年的时阵哦，就开始变作一寡吼。一寡足莫名其妙的资料，包括讲因40平土地拢伫遐，伫民国50几年，因53年有所有权证啊嘛，所以吼，所有权证伫底？伫遮吼，咱所有权证咧，所有权证伫即张哈，这是阿门港13的所有权证。我拢因足侪块啦，即张是所有权证的，哦，即张我有影因咧，嘿对，5000单哈，所以吼，嘿对，啊这吼是伊吼提准法院吼78年征收，伊遮拢有写吼，78年都征收。啊，82年才提存的，迄落的钱提存偌济呢？这笔一支九孔，他提存25000几块，啊，搁吼一支衫吼3万几块加起来吼40平，他提存10分之一5万几块，吼、哦，这拢伫法院的单，啊，搁有代扣征值税哦，代扣土地增值税哦，有离谱啊，啊吼。因40平土地，既然吼，因为迄阵就是因为安尼，啊，所以阿门港就
因这党员，因拢了解嘛，所以因就带阿门港人，遮唔捌字的老伙仔，拢去抗争。要正百岁啊！哈、哦，所以阿门港经过九十四年吼、哦，较青春，较青春，伊是咪爱补十分之九？结果人因自己会含，伊是因这市政府啊，因嘛有迄、那个甲这的预算啊，打一支三支笔，伊就编列。5亿4千几万，结果九十六年哦，因用的手段足奇怪，我合理怀疑因拢是足早就倒好啊。吼、哦，我讲话我负责，哈、哦，因欠5亿4千几万，既然吼因一支三个人3千几万，我今仔伊就是占卜师因家为着阿门港的青春人，这样我甲因讲，因感觉足不可思议。所以吼、哦，我今日邀请伊来到阮阿门港的青春地，和因所有官人家己现身说法，吼、哦，卖有证据，有证据就有真相。这唔是我讲的，就准算的。这个是高雄地方法院提准的物件，吼、哦、啊，所有观众伫遮，你敢会相信海外的人？恁敢会当相信讲一个40坪？诶，土地拢伫遐吼，因为海运过来，因所以共买。哎，阿婆同拄我讲的五羊片，阿婆伊同我讲的迄块吼，伊讲的就是一支三因阮阿弟落去囤的，囤起来就对啦。囤起来，啊，搁起厝起来住，因是78年才用征收的哦，拢无顶层的厝哦，既然有法当一块厝的土地就对啊，一块伫东北。哈、哦，啊，一地伫东南，有奇怪无？啊，我做两地，两地，嗯，嘿，东南，两地，对，嘿，哦，这里是你的董事长哦，嘿，对，诶，太太，来，你住伫红毛港的地址是啥物？海山一路150号，150号，嗯，啊，恁先生叫做吴清泉，对，啊，你40坪吼，对，政府吼，从头到尾甲你补偿，互你偌济钱？啊，都甲你讲，早头时补偿一个，你破坏港无？唔是港，诶啥？出口罪啦。嘿，迄阵都补偿4-5万，寄伫法院10年。阮迄个老的巧的，较迄个领。啊，即摆吼，即摆这要迁村的了啊！迄阵吼，哦，伊讲上个月一个月迄阵吼，较搁甲阮领一个。21万、24万，唔知搁再加几块？哎，啊！你一平算开都无7500嘞啦，我都搁算开啊。你40坪的土地，啊，顶面有建物无？建物咯，都当厝啊。有厝啊，有哪有厝嘞？外口都咧陷入危机。我若是变到迄落款的总统，我想咱台湾人嘛是会惊过头来甲我抗议，甲伊讲对啊对啊。若有一个总统。不论伊是虾米人，那一个总统，予咱的人民爱上街头，在这么寒的所在徛这么久，这个总统应该要感到羞愧。大家讲对唔对啊？徛在哦，我那囝哦，得坐嘞。我讲予你听吼，土地还土地。哦，建物还建物啦。哦，建物。哦，你若咧赔偿吼，弄厝弄。咧迁村吼，弄厝。啊，应该厝兼建筑物。咱这个吼，五千砖的遗孀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因为因翁吼做生意啦。嗯。伊吼收400栋来吼，因祖先留落来土地吼，40坪。嗯。赔你偌济？啊，都甲你讲，卡定30万啦。30万啦、啊，两摆啦，两摆安尼都一个5万，啊一个25万，加起来30万啦、啊，啊一平7万块，七千块，啊一个7千块啦，七千通啊啦，哦七千通啊，你都会算计啦，啊不你、嗯、你吼、哦嗯，你的门牌地址吼、哦，佮甲咱乡亲讲个相错者，哦，阿门港150号，第一日150号。第一例150号，哦，你有40坪的土地，土地顶管阁有建物，啊，都拢起厝，拢起厝啊，拢起厝啊，厝的40坪的土地加建物，啊建物要甲你赔，厝是有，啊一半间啊大铁厝的拢无赔着，拢无赔，啊万家，啊你总赔。
土地和建物总赔是赔偌济？这厝哦，我拢分给阮囝去啊啦。阮老的是无啦。无，老是两块草厝啊，尔啦。啊，你是拢共哦，这四十平的土地和建物哦，你要偌济？三十万。啊，就厝的哈。哎呀，咁是厝的，伊讲根本是三四十差不多。我是分到三个，给阮遐两个，给阮遐囝啊，阮老的领一份啦。老的领要超厝啦，超厝啊，佫两间足大间，拢无领。无啦，啊，即摆咱主要是讲吼，伊的四十平吼，四十平。去啊，久啊，靠。啊，领偌济？厝边啦，厝我从地啦，哦，地都甲你讲多，卡啉三十万啦。啊，建物嘞？建物多，块厝阮那囝，我拢甲分互阮那囝一个两间啊。两间啊，但是建物吼，咱即摆无讲建物啦。咱讲土地啦，土地就好啊，土地。咱即摆先讲土地就好啦。对啦，对啦。好，安尼乡亲啦，咱大家乡亲，咱大家听好吼。这是阿摩岗人，吼，阿摩岗义勇几号？150号。第一里150号。第一里150号啦，伊有四十平的土地，结果吼，第一期领5万，第二期吼领25万，24万，我加起来30万啦，等于讲一平的土地。7000块啦，夭壽啊！这是安怎補償的啊？阿姨，政府哦，伊不但哈，我伫遐徛到千村哦，唔是讲有刷位哦，拢无。你对头到尾哦？遐拢无刷位，阮规个囝拢无刷位，阮拢无刷位。迄阮遐囝吼，拢无出马，拢千村甲规个来，阮无咧讲。安尼，要咩啊？阿姨，甲阮征收位，阿土就无甲阮。无甲阮现，也无甲阮行出到遐讲一句啊半句，我看要征收几伊拢无。是安尼哦。啊，迄有够幸福啊，无啊。啊，干那安尼讲要签要签，迄领，安尼啦，看要领多少个。嘿。啊，都是迄个早头人咧破出口水50000几个块阮。无爱干了，就是囥伫法院十栋，阮迄老巧会解。出口水吼，我再来甲你解释者，唔是破洞哦，因为吼是出口水是台电，迄个吼伊排放出口进出来，嘿，迄个出口水。啊，你刚刚要讲千村，迄个叫做1-89。你要讲千村也无出，共看甲一个啊半个，看迄厝是有人咧徛也无，阮伫头徛到尾拢无千村。阮拢无，安尼，敢真正有影讲，迄片地讲7000几，佮打到要要敲骨去呢，毋是讲迄落安尼，透早就打到日头安尼。啊，佮有所有权证咧。有啊有啊。这是所有，伊所有权证。我唔到尾吼，迄个牛母啊，红鼻头，迄个地主佮共顾咧，顾咧风啊，佮雨啊，阮厝边啊个呢。啊，顾咧，阮佮伊到尾呢，阮咧一片，迄阵佮伊到尾呢。所以讲吼，安尼。你敢会当甲你会长，你敢会当讲一下，更加吼，即阿伯啊讲的代志吼，讲我较详细一撮啦。伊个啊，吴阳通哦，因为啊，歹势，因老伙仔因的表达能力有较迄种小化。啊，门港的土地哦，真正嘛是像阿伯讲的安尼，当初伊要公告限制什么的，拢撤进委员会吼，是一个。迄个千村的窗口，当初会当去迄个千村撤进委员会，当遐明代吼，啊加政府官员嘛，啊加一挂地方的迄个新书因去开尔嘛，较有代表性的讲，比较讲自救会啊，什么会啊，所以阿门港所有的迄阵的法律。78年，其实哦，无即马手机遮尼啊普及，资讯嘛无遮尼啊发达，啊何况哦，过迄阵阿门港算一个较封闭的渔村，较迄落，所以一寡资讯也不是很透明。迄阵的征收法律哈，高雄市政府啊，就像我头前表述的安尼，55年征收台电迄落一级三。因为台迄落一级三有伊个总面积有40公顷外嘛，啊，所以55年伊就征收，台电36公顷，36.2323公顷嘛，啊，所以迄阵呢吼，可能有人食着甜头，所以就搁剩4公顷的建屋土地啊，
都有人为着文书啊，甲伊化作吼55年都黄金收益啊，所以就要用1/10来赔，因拢讲迄是叫做公用。啊，但是我要来你讲的吼，55年7月5日征收，1/1500的时阵吼，迄阵是公用无唔对，啊，但是因为伊到尾啊吼，伊的地遐是稳地，啊，因遮4公顷是有陈阿伯讲的，因家己吞的。啊，所以有建屋土地，因家己自行开屯垦的建屋土地。啊，所以吼，就有人吼，我相信啦，我合理的怀疑，就是有人伫内底做卡手啊。这笔地伫78年应该爱吼赔偿2亿1000几万。我为什么搁要重复？因为1/3的人有200几个。只是公顷拢是建屋土地哦，所以当我吼接到因个案的时阵，我搁看到吼去申请，用因委托我，所以我就去甲因申请资料出来。我既然看到因，既然是40坪土地，既然是提存50000几元，我感觉足不可思议的。我有听因讲啦，但是我袂懂，我一定是爱看到物件。所以这些资料拢是地方发现的，包括代扣土地增值税什么话拢伫内底，啊提存10%，啊因的就像阿伯讲的，因前伫厦门港出世的，头徛到尾徛要上百年，八九十年拢无迁，迁到半个都唔捌迁过的人，唔捌迁移，拢前细汉就拢住伫遐，吼，啊，到阵80-90岁啊，吼，人伫遮，所以，这个阿伯，你今年几岁？后年到90啊。哦，你89啊嘞？哦，啊你是红毛港的，你伫红毛港吼，住89年，89栋嘞吼，80多栋嘞吼，无迁村以前，你拢住伫红毛港，你就出世，你就出世以后吼。都是红毛港的。就阿摩岗人，啊阿摩岗人的过程呢，你嫁予恁先生，恁先生是原来是阿摩岗人，所以讲哦，你自出世到即马吼，你拢是跟阿摩岗做伙，吼啊，所以讲吼，你要讲迁村，要讲征收土，你唔得来讲看，看这土地有人咧徛无？人徛到迁村，互你看咧。啊，甲阮整整长呢？你若讲无影，你家己去看，去区公所，也是去市政府看，看有影讲迁村，你农委电先甲加长无？阮都无采买厝，厝起无好啊，厝起也袂好啊，安尼嫁人就出去洗厝啊，这无拢无白差的哦。啊，这个土地恁40坪，这有所有权证呢？对啊，权证呢？有啊，所有权证哦。一平7000-8000块就甲你征收，好无？无8000都无8000块嘞，你未甲算40坪，啊，你未甲算一平啦7500，嘛甲一个30万，对唔啦？你未甲算，都无嘞啊，较忍嘞啊。啊，所以讲咱乡亲吼，无过领两届哦，一届是70、72年才提准哦，对哇？一届是96年，过领的，要来过一关，要赔1/3的10%哦，结果吼。用公告限制哦，变1000亿哦，本在78年啊，阁有3000的公告限制哦，变96年吼，变1000亿块的公告限制啊。你讲这无做卡手吗？爱叫你出来讲哦。要已经有半落来5亿4000几万哦，结果因领2摆钱，96年阁予因领1摆。24万块，安尼好两届，啊30万，40坪，领30万。30万，伊搁讲阮食袂饱袂甜，搁领一领，搁再领，啊，阮到底领安尼是领对啦？有领。我想，阿伯啊，我想你领240万啊，你讲两对账无？怎啦？无啦，你是领40坪，领偌济啦？较恁30万，两摆，一摆领50000几，啊一摆领24万。所以讲，阮食袂饱袂甜啊。安尼，阮南门港人今仔无出来讲话就对啊。我迄证件我也甲扣开咧，领工钱拢扣开咧，迄号伊袂定答。迄我拢，迄支票无我拢扣开咧。
安尼哦，晓啊！哦，你拢有迄落金兰婆啊，迄落姊妹婆拢有拢有啦。一条领裙，你裙鞋我拢甲捡起。得你，迄条十万的，迄阵我乡亲啊，迄阵我不记念啦。乡亲啊，十万的，咱就清楚，咱阿婆啊吼，是五清泉的太太，啊，地址啥？地址海线一路，海线一路150号，海线一路150号，50号，人40平土地，哦。你40平土地，你甲人补偿人30万，啊一平75,000，7,000，无到7,000，啊所以讲，互咱乡亲吼了解。啊，佫扣一个土地征值税哦，土地征值税佫唔退回来哦，伊佫讲阮食袂饱袂甜，讲阮领佫再领，伫外口的人拢安尼批评阮阿门港人，阮阿门港人为着国家的经济牺牲了。55年破港了，阮是靠海为生的人，着规个资源拢无去啊，连遐地也征收伊养殖嘛，伊至少叫养殖地嘛，遐养殖的人口哦，嘛无，拢无迄落，互因专业叫做什么话？乡亲啊，拢无。今摆吼，洪会长一直咧讲啊，讲有一个人40平的土地吼，一至三吼，40平的土地吼。敢若背4平，啊4平内底啊有2平伫东北，2平伫东南，啊，这个是女主角，这个就是女主角，吼、哦，咱无用臭蛋啊，咱无用碰风诶，这是女主角，吼、哦，女主角人伊自生出来，以后伫阿摩港大，啊了嫁，有若嫁伫阿摩港，吼、哦，人对头到尾哦，拢唔爱搬尾去别位，拢无，89岁，即摆89岁。啊！伊咱用现讲的吼，来，即摆30秒钟，互你讲一下结论呢。就是吼，我要讲的吼，本家阿门港人若要出来讲话就对啊。阮伫历史的定位吼，阮就是啊，互人遐得300多亿落来，大家拢讲阮阿门港拢穿啊足好诶。讲阮吼，一领搁再领，阮食袂饱袂甜，吼。阮到底是领啥物钱啊？阮是为国家牺牲的一群人。我唔知影哦，政府到底300多亿落来，到底是安那？你是不是爱甲阮讲哦？即个过200多亿，到底去倒位？是不是爱出来讲？阿摩岗人吼、哦，输了面子，又输了理智，还被你们咒骂说吼，食袂饱，食袂甜。来，阿伯，和你讲30秒。你对你的厝吼，89栋的历史的，你伫遐住起，你讲一下30秒钟的结论。你阿门讲吼，穿安尼你敢有管理？穿安尼啊？讲安那讲？讲阿门讲吼，那穿安尼背上你安尼一片哦。你有管理无？两届啦，嘿啊。都是无啦，无管理，唔敢要搁再来讲。安尼哦。系啊。啊，政府叫你点点呢？点点唔，啊，阮讲也无人要插阮啊啦。安尼哦。阮也无说明啊啦。对唔，那讲嘛拢阿门哩，阿门半日状也无落啊，对嘛？啊！若要拜托人，人也唔插门啦。你要安怎？安尼吼，啊，这个是吼，咱阿摩岗人目前的处境，啊，互咱乡亲大家好。啊，咱今日这段先到这吼 ，OK。咱甲咱乡亲说 goodbye 一下吼，多谢。再见。啊，请乡亲大家甲咱道关心吼 ，OK，谢谢，嘿嘿。哦，哎，真正都唔关门嘞，困一阵嘛，搁想。瘦肉精是含有风险的，那这个风险。台湾人原本不需要承担，吸毒就是吸毒，不管吸多少毒都是吸毒。我们绝对反对收禁，是零检出的，一定要零检出。阿六，一个国家要办外交的用意，就是要争取，要守护人民的权益。在高达有80%的民意反对之下，仍然要来开放美国含有瘦肉精的肉品进口，本党坚决反对。这个瘦肉精是为了增加商业的一个利益，这些添加物根本就不需要，也没有必要存在这个食品里面，更不必要让民众来直接去承担健康的一个风险。民进党团再次重申，只有零检出。瘦肉精只有零检出，不要赔，让这个让瘦肉精让发言的真的全部赔偿掉。此一政策漠视专业，
违背民意，将国民健康置于未知的风险当中。你觉得他把我们当傻瓜，但是我们不想当傻瓜。我们台湾人不是笨蛋，全国上下一条心，行政部门、立法部门、民间团体，大家团结起来，向美国人要求说，我们要跟欧洲人一样，吃到没有瘦肉精、没有荷尔蒙那种等级的牛肉。对于所有的肉品，绝对不能含有瘦肉精的这个立场跟态度，我们维持一贯的这个原则。国民健康不容妥协。不容妥协，玩弄民意以及玩弄国民的健康，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政府。这样的政府有一点像诈骗集团哈。为了个人的政治筹码，或是过去的一个政治交易，来忽略掉国人的健康，